你们勇士想让我代抽明日方舟，各大代抽业务已经上线了哈。虽然我没有玩过这个游戏，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啊都有玩这个游戏。我先试一下啊，如果这个代抽业务要是真的行的话，可能以后可以拓展一下，拓展到很多很多的游戏啊。你想好了啊？想好了，方舟的出货率应该是比这个阴阳师要良心多了，我是听他们这么说的。啊，就新出了这个六星的莫斯提马啊，这里边这个明日方舟这个立绘也挺好看的，怎么没找我发过电呢？是不是抽这个？确定，好吧。他这个抽完很有意思，要是画符，他是拉包链啊，一拉包链就知道有没有六星。这是五星吧？这是六星吧？啊，看什么啊？然后继续十连对吧？是不是继续十连？来，啊，继续啊！六千十连抽，这好像还是五星，这好像还是五星，没有六星。我感觉到了，这次就出好吧？这次他一定要出，他不出我就把显示器吃了。哈哈哈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来了，要来了。有了，这就是六星，看到了吗？我就说了，不出你就把显示器吃了，这就是六星，看到吗？带燃烧的火焰就六星。哦，出来吧，开始吧。出了，这太简单了，这游戏好无聊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啊。这个就是啊，还太无聊了，这个游戏真的没有意思，好吧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就以后你们拿我代抽，代抽了多少次？30连抽好吗？30连抽，这太简单了。要是你学一学好吗？你学一学，天哪，没什么意思，太简单了。哎，这个游戏是不是出货率很高啊？不是我，不是欧是吧？出货率高。Bye, have a beautiful time.